们有好地方去，啊，我们没有恐怖，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恐怖，有好地方去，啊。下面是有关魔王波旬的提问。第一个是何因缘故魔王波旬与障碍众生成佛？魔王喜欢他的眷属多，成一个成佛，他的眷属就跑掉一个了，啊，这个就是自私自利、功高过慢，啊，想控制人，啊，这么一个原因。